现在是乱七八糟，他自己操控的。等下这里给你打。看起来这边。现在是一个大爆炸状态。这是什么鬼？他有一个超大的。他告诉你中间那个飞过去。那我打他。结果他打到空气。我还有打到鱼，应该都会打到吧？他们乱冲，是。再来，我只有一张船票。小兵都没有，太难了，而且他会躲。穿过去了，太困了，太困难了。我把钱拿来放。这个在干嘛啊？他在我前面干嘛？他们都来我前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丑人。全部都在前面。那还有时间限制坏智障的吗？之前我那个捞鱼可以捞半个小时都不要捞的东西，吃的太多跟你一样啊，然后就会塞车。自己看这是什么鬼，全部都是。我前面有点热闹。菜市场。前面太热闹了，可以换一台。你看每一个人都这么热闹，那你前面最热闹。你看这么多小丑，小丑鱼才20斤鱼。是不是现在变热闹了？可能你头太多了。那就待会再聊。